老师好，嗨，你好，请。我是 Doctor X 黄浩邦，我是来自中国香港，我是一个 beatboxer，还有哇，music producer，对。你可以同我讲广东话？广东话，哈哈。所以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音乐？今天我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 loop station，因为平常我就。一个人在台上 beatbox，但是好多人说，哎，beatbox 其实不是音乐，就是好像上台表演魔术一样，魔术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这我觉得魔术用广东话怎么说啊？魔术，魔术，魔术，我中意魔术。所以我就想，因为我个人就没有一个框架。固有框架框架死自己，所以我想把 beatbox 变成音乐，所以就用 loop station 来演奏这个音乐。